然后是你啊，我们左边是宪哥，他的那个比较有英气的这个眼神，我有刷到过他，他可以打是吗？就是先画一个大概，然后补充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感谢宪哥浓浓。右边是我们书生气质的浓浓。如果你真的画成这样，我就问候一下，我得。那个，大概是吧？哎，是的，里面是我们的那个宪哥和浓浓的一张海报。撕开就拿吧，直接撕开就可以了。直接撕开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也想把这个保留着，我觉得挺好。